好啦，依家嚟咗呢个单位啦，俾大家睇翻呢个景先。哇，跟住听起都几震撼喎，别喺蓝天之外呢种感觉啦，呢种 feel 啦。哇，前面一排白兔浪，哇！其实咧呢个东海岸咧呢个白兔浪系比较多嘅，西海岸嗰边咧比较少，呢个风浪比较大。然之后咧呢边咧就比较多人呢个叫咩啊帆船啊嗰啲比较多啲咯。呢边咧仲一重又一重紧，哇！呢种感觉田园风啊，系咪？哇！绿油油一片，哇！真油油一片，绿油油一片，有水有田有花有景喎。系真嘅，又系咪两重景先？望山望海，呢边咧就坐咗呢个托盘食嘅，摆咗两张床啦。哇！其实呢个床望翻呢个景，真嘅，哇！一起身望大海，真嘅呢个景，呢个 feel 真嘅舒服啊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系喜家佛仔。我是喜家阿弟，今天阿弟咧唔上镜啦，揸机啊！今日辛苦阿弟揸机啦吓，今日喺边度啊？今日系双日湾呢度啊！哇，今日呢个风浪好大啊！要计划点讲啊？风浪越大，鱼越贵啊！俾大家睇下呢个海声先，哇，真嘅好舒服啊！呢个海浪，哇，俾大家睇下，真嘅好。好点讲啊？好啊！死人咩你？差啲就食咗啦！如果呢条片超过100个赞，我跳大海俾大家睇下，好唔好？嗱嗱声，我哋点100个赞，佢跳大海啊！超过100个赞，我跳大海啊！啊，唔讲嗰啲嘢先，同大家介绍今日旅呢个做咩？唔系旅环噶吓，今日我哋去东海岸系西海岸？呢个系东海岸。哇，同大家介绍呢个东海岸，哇，呢个全部一撇过去都系白兔浪，哇，真嘅好舒服啊！如果你哋有时间都一定要过嚟玩下呢个睇下，今日都好多人啦，而家今日系工作日，系哇，真系舒服啊！天气要好喎、啊、吓、啊，今日啊同大家介绍呢个红海新奇嘅二手笋盘，哇！廿十几万就可以搞掂噶，全部都系装修、接米、接收租啊！我睇过你影好多红海金噶喎、啊，系，但系咧新房啦、二手啦，仲有嗰个工底房啦都有嘅。咁你今日推荐呢个二手单位有咩价值呢？哇，今日呢个单位价值就多啦！哇，又视野又好啊，哇，楼层又好啊，价钱又平喎、啊。29万几就可以攞低啦，哇，好抵噶！哇，而家准备忘记啦吓，而家买就佢而家收咗啦吓。同大家介绍翻呢个周边前方先，前边啦，前边呢边咧就系嗰个咩啊，网红打卡店啦，阿弟。网红打卡店叫做咩啊？叫做咩啊？朝食酒吧啦，哇！大家讲下呢、这个周石酒吧好多靓女噶，好多靓女嚟，日日咁靓女噶。有香港粉丝朋友过嚟，我带佢一齐 call 下靓女得唔得？得唔得噶？啊，叫做白仔带你一齐系，哇！旁边嗰边咧就系元真酒酒店啦，哇！呢、这个酒店而家都系成千蚊一晚啦，哇！价钱都唔平啦，因为咧呢、这个区域咧都比较好噶，嗰边咧就系、是、叫咩阿弟？太热好新，哇！香港朋友讲嘅呢个简称就系小泰国啦，哇！小泰国其实呢个海岸真系好舒服，浪又大，哇但系咧呢、这个沙咧就冇同双日湾比啦，呢、这个沙系比较粗嘅，粗少少，系比较粗啲嘅，粗啲嘅。但系呢个海景系最靓嘅，哇！碧海蓝天啊！今日嘅景真系超级靓啊！真嘅超级靓 啊！我晒太阳晒都值得我今日嘅天好靓仔。冇错，我都话咗，如果超过100个赞，我而家就跳落去。嗱嗱声点个赞，点到100个赞，阿伯哥我 跳大海。好啊！而家就唔同大家讲嗰啲啊，诶，而家系实地考察下呢个单位值唔值得。Okay, 一定值得。Let's go。雨转角遇见你，带我逃离痛悲，憧憬中那
好啦，依家嚟咗呢个单位啦，俾大家睇翻呢个景先。哇，跟住天气都几正下喎，别喺蓝天之外呢种感觉啦，呢种 feel 啦。哇，前面一排白兔浪，哇，其实呢个东海岸呢个白兔浪系比较多嘅，西海岸嗰边咧比较少，呢个风浪比较大。然之后咧呢边咧就比较多人呢个叫咩啊，帆船啊嗰啲比较多啲咯。仲有咧，依家同大家介绍呢个周边情况先吓，呢边咧就系成个上月湾系网房打卡点啦，就系朝食酒吧啦，就系呢度啦。哇，呢个听讲好多靓女噶，如果你系香港啦朋友啊，同阿辉仔一齐去好唔好啊？吓，沟下靓女一齐咯，好唔好？嗰边咧就系元真酒店啦，嗰边酒店咧依家系唔算旺季，依家都要成千蚊左右一间房啦。如果旺季，哇，一房难求啊！两三千蚊都有，一房难求啊！旺季嘅时候啊，旺季时候两三千蚊系要嘅。咁而家咧，房价太高，系千几蚊一晚咯。系啦，仲有咧，呢边咧就系而家卖紧嘅系三期新盘啦，呢边就系十栋，呢边系九座，十座、十二座都系呢度。依家卖紧嘅单位咧都系一房两房都有嘅。如果同呢个户型一样，49平方嘅低楼层，而都要成30万左右。如果二三楼望唔到佢嘅，27万左右都搞掂啦。低楼层咧就系20几万，如果高楼层啲单位咧就30几万，望到好靓嘅海景都系差唔多30几万先可以买得到，系嘛？所以呢仲有啊，呢度系 K 楼喎，唔系 K 楼，唔系 H 楼啊，呢个单位系 H 楼啦。即买即收租啦，即系买即收租系啦。我哋呢个位置系属于三期啦，三期有好多粉丝朋友话价钱系冇问题，系好平嘅，但系佢交房时间就好晏啦，去到咗今年年底先交房嘅。冇错。咁今日咧为咗满足到大家，俾到更加靓嘅海景单位咧，我哋就攞一套笋盘俾到大家。嗱，呢个业主而家要出去卖。出售的单位啦，20几万就可以拿到。咁佛仔继续同大家介绍翻我哋出边嘅景先啦。呢边咧就系小 K 你攞啦，泳池、儿童池、成人池两个。呢个就儿童玩嘅，水母更新咯，嗰边就新啲咯。如果你沙滩系有俾个佢呢个铺下都得噶。嗰边呢个系空地咧，依家系2017年嘅国家都系禁止系200米以内建楼噶，而家。嗰边咧就唔见楼啦，呢一块空地。意思凡仔意思系话，而家嘅呢块空地而家状态咧，后期唔会起翻个高层嘅单位啦，都唔会起咁高嘅单位啦。咁最多会俾到大家系做翻呢个位置咧，系做翻啲绿色嘅草坪啦。系冇错，系啦，比如话我哋嘅。婚纱基地啦，露营基地啦，都 OK 嘅。咁前边就可以去到我哋嘅海岸线啦。咁仲有呢边位置咧，我哋而家位置属于个三期啦。咁三期最中心嘅位置系望翻出去咧，呢个景啊超级靓噶啦，真系今日天气同埋海景连埋一条线噶啦，真系舒服，碧海蓝天咯吓，仲可以睇到我哋嘅白头浪啦。呢度位置系啦，咁。其实东海岸比较多的情况下，很多人喜欢这个海岸线是景够靓。是啦。咁仲有呢，我哋可以出嚟呢度出游艇啦、潜海啦、潜水啦，都是完全冇问题嘅。哇，真系。呢个白头浪正唔正啊？你睇到白头浪啦，系嘛？啊，真嘅舒服呢。系啦，坐摩托艇啊，去游玩啊，都完全冇问题嘅。咁再过翻嚟少少咧，就系呢度咧，好多港人朋友都知道啦。称之为小泰国，系啦，顶楼嗰度又做翻嘅冇冰字泳池啦，超级靓啦。哇，嗰边呢个租金而家都系要成千蚊左右啊！平啲都800几啊！陈以豪生而家系800几到1000几蚊啦，而家仲未到正式嘅旺季啦。如果旺季价钱更加贵啊，系1500到2000蚊系最少噶啦。其实而家都接近暑假啦，如果前面仔好多放假来呢度度假，哇！呢个真系一房难求噶。系真正一房难求啊！系啊，仲有呢边同你大家介绍啊，呢边前边就系别墅啦。呢边别墅区行出去就是沙滩啦，
仲有沿着一条，因为呢边咧就系商业街啦，商业街，仲有呢边咧，仲有一个商业仲未开始招紧商啊，而家招商紧，招商商紧，就喺呢度咧，佢好方便嘅。第一啦，可以解决到我哋嘅平时嘅生活用品啦，呢度可以买得到，或者咧，我哋如果真系唔想煮嘢食嘅情况下咧，楼下就可以用好多一条街，一条街都系都特别多嘢食嘅，系啦。仲或者系出去我哋平海镇啦，都好多嘢食啊！平海镇嗰度都有嘢食，正都好多嘅。刘景，哇，见得你好靓仔啊！今日啊，真噶嘛，因为天气好。同大家介绍呢个单位先，呢、okay. 个单位靓仔就系最重要噶。嗯啊，出嚟，其实呢边咧系两种景噶。点话两种景啊？呢边咧仲一仲有一重景。哦、哇，呢种感觉田园风啊，系咪？系、哦。哇，绿油油一。片哇，真绿油油一片，绿油油一片，有水有田有山有景嘅喎、哦，真嘅，系咪两重景先？系望山望海，系呢、嗯這个咧就系全部都系佛像上交标咯。呢、這个唔系讲呢个就属于麻麻地啦。如果你自己做、嗯、住就放咗位，如果想托管吓唔使都得，因为唔使理佢啦，系嘛？对，嗯、自然四黑一。指纹密码扑卡都得噶，扑卡都得噶。嗯，仲有咧，日来呢边咧坐咗一排柜，呢、排柜保养都几好，都比较先进啲咯。嗯，先进啲，新净啲系嘛？嗯嗯。呢边咧，右手边咧就系厕所啦，呢、这个淋浴间。呢边仲有一个棉窗，但系咧虽然比较硬啲，硬少少，但系有通风，好通风，真噶。呢、这个通风效果比较好啲，因为呢边系天井嘛，都比较好噶。呢边就系坐厕啦，吓、坐咗均十分区噶，呢、这个刷牙洗面啊都得噶，系咪就系、是？哇、啊，今日睇下自己都好靓仔啊！仲有啊，入嚟睇下呢边咧就坐咗呢个托管室嘅，摆咗两张床啦。嗯，哇，其实呢个床望翻呢个景，真嘅，哇，一起身望大海，真嘅呢、这个景呢、这个 feel 真嘅舒服啊！啊、如果你自己住架嘅话，摆翻一张床就 OK 啦。嗯。啊，仲有呢边咧，系一个灶台系咪？唔系厨台，佢就餐厨房嘅台面。厨房台面系。主食台咯。主食台，如果你买翻啲海鲜啦，想自己加下工啦，系咪？嗯。呢、这个就摆翻一个电磁炉，呢、这个吸氧机全部都做好晒噶。嗯嗯。呢盒系呢边仲有。下边咧就可以做翻收纳啦。系一排柜都有噶。呢、这个系用电嘅，唔可以用燃气嘅。系。所以我哋煮嘢食嘢咧，就煮啲简单煮命啊，或者系煮嗰啲海鲜啊。系啦。捞上嚟，热水滚一下，捞上嚟就可以食啦。系。呢边仲有一扇窗嘅，呢、这个打对、打开都。好通风而家，或者其实我觉得咧，唔使自己煮嘢食，楼下咁多嘢食系都得啊。如果仲有我哋系有部冷气机嘅，隔篱系可以哦，海尔可以吓，可以嗯冇错。如果你自己住嘅话，呢、这个尺嘅呢个做客厅啦，系咪？呢、这个摆翻一张床，完全呢个空间，呢、这个空间完全足够噶，49平方。哇！呢、这个空间系完全足够啦，电视机啊，就系、发晒呢度嘅地方系隔咗佢做翻个平方，咁呢度系做呢个餐厅啊、客厅位，咁呢个属于我哋嘅一个休闲区同埋休息区嘅。系，其实呢个就摆咗一个梳化啦。嗯，系，其实都 OK， 呢仲有一个梳妆台添。嗯，系。啱先好似忘记俾大家 check 下呢个朝向。朝边度咧？朝东噶。啊，有得 check 下，系俾大家睇下。系啊，而家露台位系属于朝东嘅方位，望翻我哋嘅碧海蓝天嘅海景。嗯，其实一出嚟望，嗯，早晨翻嚟后望下，哇，日出，哇，真系呢个景舒服啊，特别舒服啊，系特别舒服。其实都可以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剥咗佢噶。我哋推翻出去，封个窗，系咁呢个空间咧更加大咯，更加大噶。嗯，啊，而家咧，业主都系。嘅吉田一样噶，冇乾坤啊！呢套房冇全冇争人行钱系嘛？冇争噶，而家系属于个咩状态咧？如果佢急住卖，红本最少，红本最少。嗯，而家冇乾坤，而家急卖，急卖。嗯，咩价钱啊？28万，28万。哇，真嘅呢个海景28万啊！真系比
嗰個先房都便宜咗好多啊，係咪？咁呢個單位買落嚟咧，就係可以做到即買即收租啦，係啦。自己依家準備忘記，係咪？忘記啦，要佢即買即收租真嘅。嗯。仲有冇咩費用啊？要少少一個5000蚊左右一個税，雜費。5000幾蚊雜費咯。嗯，雜費。計係6000蚊咯。嗯。仲有我哋起家嘅少少佣金啦，嗯，差唔多，其实六六埋埋差唔多是14000左右啦，搞掂噶，14000左右，嗯，总翻下来系294000，29400就可以搞掂呢个单位啦，嗯，哇，佢真系依家买接收咗啦，嗯，我真系准备忘记啦，系咪？嗯，如果你对呢个单位有兴趣嘅话，嗯，屏幕上方有两个码，一个 WhatsApp， 一个 WhatsApp。就揾，嗯，到我啲啦，或者咧，依家你觉得麻烦，评论区点接连接都 OK 嘅，系，嗯，我哋起家咧，其实都影咗呢个评区好多片噶，吓，红海比较多嘅，系，咁你觉得呢个单位咧，比其他单位有咩唔同咧？哇，其实，嗰边五座咧都有，如果五楼都有30几万啦，嗯，真系呢个九楼啊，嗰边五楼啊。嗯，这个九楼哇，真的平靓正啊！这个楼，这个就是你都影过红海监案的，咁系五座嗰边的低楼层啦，五楼的单位都是差不多要30几万，系啦。咁但是这个单位咧更加靓仔，而且楼层咧更加高嘅，系望翻出去可以睇到我哋泳池啦，仲可以睇到我哋嘅嗱呢个望翻嘅一线海景嘅单位，你觉得是更加值得大家嚟睇一睇，系嘛？冇错，嗯，俾大家睇，一齐对比一下。嗯，对比一下，嗯，OK， 好，我哋起家咧系包接包送的，嗯，系嗰部车一泊在关口，你随时联络我哋，嗯，随时接你过来睇呢个盘，揾，嗯，佛仔或者揾阿 D OK 嘅都冇问题，系啦，嗯，咁呢集就讲啦，下集再见啦，要讲到拜拜咯。拜拜。